小伙伴吗？想啊。想谁呀？飞啊文文。那除了飞啊文以外，这是一个秘密。那你在心中默默的是吧？嗯。你秘密你可以告诉爸爸呀。太安慰人了，太安慰人了。一二，开始吧。开始了，你也要看。你也要看。哎呦，你终于说话了，我。一二三，几个？一个。